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要在《使徒行传》当中参与保罗的第三次旅行布道。在《使徒行传》第二十章，进入了保罗第三次旅行布道的下半场。在下半场当中，你会发现他需要辞别他所建立的教会。我们来复习一下，从第十八章开始的保罗的旅行布道。在第三回合的旅行步道当中，我们会发现他先经过了加拉太、佛吕加，其实这个都是他第一次旅行步道的时候所建立的教会。所以在第三次旅行步道的时候，他出发先去这些地方，主要目的是去兼顾众门徒。所以在兼顾众门徒之后，他就来到了以弗所。所以我们会发现，在《使徒行传》这一段的记载当中，保罗在以弗所待的时间大概有三年。那么他所记录的保罗种种的服事内容跟人际的互动也是非常的丰富，所以经文的篇幅呢是非常的长。所以我们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我们会注意到他先接续着亚波罗曾经在以弗所所做的不是这么准确的教导之后，讲述他在以弗所里面推拉鲁的学坊大约有2年的时间，在那边引用圣经跟当地的犹太人辩论。之后会看到说如何正面的带来一些果效，以及带动了当时许多的人要来交出他们所曾经拜过的偶像所用的鞋书，而这个当中呢，引致了所谓底米丢这些银匠的暴动。所以到二十章就说乱定之后，所以在以弗所福音大有功效的展开之后，乱定之后，你可以看见保罗要开展他下一步的旅程。所以在《使徒行传》第二十章。在第三次旅行步道当中，保罗提到他要继续往下面的行程走去了，所以他劝勉了门徒就辞别，然后往马其顿。好，所以又过了爱琴短，进了马其顿，是他第二次旅行步道所去过的地方，然后走遍了他所经历过、所带动的教会、建立的教会，然后到了希腊，在那边说住了大概三个月。圣经学者都认为说他在希腊呢，主要还是待在哥林多城。那么哥林多城，他在那个地方大概有待了有三个月的时间。那我们从哥林多前后书大概了解，保罗这一趟往哥林多去不是那么愉快。好，因为我们有提过这个城市、这个教会对保罗不是那么友善的，所以在那个当中呢，也是有几番的艰难。不过保罗呢也没闲着，我们知道最有名的罗马书呢，大概就是他待在哥林多这一段三个月的期间所写的罗马书。那我们已经提过，他在以弗所呢工作极有果效的时候，他已经打定了主意，他准备要往罗马去。所以我们晓得他以后的行程呢，他会先回耶路撒冷，后来呢是以囚犯的身份被押解往罗马。可是保罗，你会发现上帝已经引导他，在以弗所极有果效的福音事工当中，保罗真的知道福音要传遍天下，要西进到罗马，所以他人没到之前，书信先去了。所以在这一段三个月的期间呢，待在哥林多，所以他就先写了罗马书，送到罗马。所以在这段时间之后呢，经文就提到他跟同工呢，大概兵分两路，有人就走水路，有人走陆路。那保罗大部分选择走陆路啊。我们大概体会啊，就有圣经学者很细心的研究，就发现说，每一次啊，保罗如果是走水路啊，如果搭船的话，一定有路加医生随行，然后经文当中就会出现我们，然后常常会有一些有人要想要密谋害保罗的时候，保罗就会避开风头，改走陆路，那其他的门徒呢，就会走水路，水路究竟是比较方便。好，就是有坐船，那所以每次有人要密谋害保罗的时候，保罗就会改变行程，改走陆路，所以大家会发现有这样的现象。所以呢，他们一样从搭船，有人搭船，有人走陆路，他们一共一起呢在特罗亚汇集，在特罗亚汇集之后，我们知道他就是准备要回耶路撒冷回城。那我们在《使徒行传》的二十章第四节开始啊，你会发现他写了一些同行之人的名单，这个名单当中列得蛮详尽的，我们来读读看。好，同他到亚西亚去的有皮利亚人毕罗斯的儿子索巴特、帖撒罗尼迦人亚利达古和西宫都，还有特比人该犹，并提摩太、
又有亚西亚人、推基古和特罗菲摩。怎么有这么长的名单？我们大概会了解啊，就是保罗在哥林多那三个月的期间，就算是工作服事当中有一些挫折，可是在那个当下，他其实汇集了一些捐项。根据哥林多后书第八章，我们知道保罗汇集了一些外邦信徒的捐项，准备带回去周济帮补耶路撒冷的教会。你会晓得当时的教会真的是主内合一的，天下一家的，彼此互相的帮补，不只是福音真理上，更是说在有饥荒，在教会面临一些窘境的时刻互相帮补。所以这些同行的名单呢，你会知道就是来自各地方教会，马其顿的雅盖亚的这个地方教会的领袖跟保罗一起把捐项要送回到耶路撒冷去，所以有同行的这一串的名单。哦，我们真的发现哦，我们开始了解保罗如何是留心的行光明的事，留心行光明的事，实在是在这个名单当中其实透露出他们实在是非常的有智慧来处理当代教会的一些的事物。在其实在我们华人教会当中也有非常多的好榜样哦，我曾经服侍过一些在欧洲的华人教会，欧洲华人教会许多都是从温州移民出去的。当年这些温州的侨胞出国的时刻，我们真的知道实在是筚路蓝缕。可是在温州哈，是有非常多主内的好弟兄好姊妹，所以第一代的信徒移民经过千辛万苦在欧洲定下来的时候，这个我们华人同胞有非常多海外移民啊、哦。不过很多人就是嘲笑我们华人同胞啊，我们海外移民到哪就在哪开餐厅啊，而相对的呢，很多韩国同胞也有不少海外移民啊、哦。可是韩国同胞走到哪儿呢，就开教会，因为韩国这几年经历过圣灵极大的更新。可是注意了，我们这些温州的弟兄姊妹，他们移民到什么地方，不但开餐厅，他们也开教会。会看到有一些欧洲的城市有非常很好的华人教会。这些华人教会呢，最初只是租这个欧洲人的礼拜堂，欧洲人呢是早上聚会，那我们华人教会呢就用他们的会所下午聚会。然后这也很有趣啊、哦，当2003年那一年，因为 SARS 的缘故，所以欧洲人呢就不敢跟我们华人用同一个礼拜堂了。哎，好像是个挫折吧。可是没想到却激动了我们海外的华人，他们开始建立自己的教会，建立自己的礼拜堂。那我也真的发现在他们家乡的教会呢，有大批的圣经诗本，甚至礼拜堂里面的桌椅板凳都是从国内用着货柜一箱一箱的运去。在欧洲的华人教会里面，真的看见他们的家乡的教会帮助他们建立当地他们自己所使用的会堂。那当然知道这些海外的移民呢，他们也一样有对国内的教会有非常多的帮补。我觉得这真是让我们在上帝跟前常常经历到是上帝的爱激励我们，使我们跨越了时空的阻隔，总能够活出上帝属神儿女的荣美。所以当保罗自己在服事当中，你会晓得他心中有一个目标，可是呢他不是只有注重那个目标，旁边的事他都不管哦。保罗在这一趟宣教旅程准备回程到耶路撒冷去的时候，其实他已经预备好这些外邦信徒的教会，他们的捐资，他们的奉献，要一起带回耶路撒冷的教会，成为彼此信徒之间帮补的美好见证。所以呢，这边列出了很整齐的名单，他们真的留心的行光明的事，特别在钱财的事物上，好不至于给撒旦留地步。所以这个时候呢，他们一起这群同工汇集带了教会的捐资，然后往回走。在回头走的当中啊，经文里面提到一个词，在第二十章的第七节说，七日的第一日我们聚会拨饼。我们知道这个时候是在特罗亚，七日的第一日这个词呢，其实是在使徒行传当中第一次出现的。好，我们知道后来在约翰福音的时候也有提到，主耶稣基督复活的日子叫做七日的第一日。好，那个时候还没有主日这个名词。好，主日这个名词呢，其实在启示录的时候才会使用。所以这个时候七日的第一日已经不同于在犹太人的会堂呢是什么日，安息日聚集。
所以这个时候已经不是在安息日哦，不是在犹太教的会堂，而是七日的第一日，也就是我们现在的主日，他们聚集。经文当中啊，很有意思哦，保罗因为次日要起行，就与他们讲论，只讲到什么半夜，通宵聚会啊。然后通宵聚会当中呢，有一个人沉睡，然后从楼上跌下去了。那个人名叫尤推古。哎呀，我不晓得我们有没有这样子哦，聚会到当中还发生命案了。可是在这个当下，我们也知道反而是上帝彰显他的能力与荣耀的时刻，也呈现出主后第一世纪的教会多么渴望在彼此扶持，抓住每一个聚集的时刻，能够彼此扶持。所以这个时候保罗要回城的时候，在特罗亚有这么密集的一次的聚集。然后这一夜的聚集之后呢，尤推古的事件解决之后，他们就开始往回走。往回走的时候呢，他们圣经当中会经历到，他们往往在主要城市之外呢会有一个海港，好，主要城市之下有一个海港，然后从海港再出发会大概，所以大概可以参照一下地图来看哦。所以这一趟他们从亚朔出海，亚朔出海呢，保罗因为急着想要回耶路撒冷，所以他就没有在以弗所下船，他在米利都靠岸，米利都跟以弗所有一段距离，所以他就从米利都呢在那儿跟以弗所的众同工们相聚。所以在那个当下呢，我们会发现哦，保罗又有一段讲道是在米利都，然后跟着讲到的对象呢是以弗所的长老，以弗所的众同工。所以今天我们要来看这一段保罗如何在第三次旅行步道的回程当中，他的辞别的讲道，他的临别的讲道，对象呢是对以弗所的长老。所以这一段经文呢，我们知道是在第二十章的十七节开始，保罗跟这些以弗所的长老们，其实在他整个第三次旅行步道，大概是从主后52年到主后57年的时间，其实保罗一二三次的旅行步道，我们会发现那个中间的期间一次比一次长，一次比一次长，甚至第三次旅行步道他已经在外面建立了另外一个日后宣教的据点，就是以弗所，就是以弗所。所以他要准备回城，回到耶路撒冷，继续要向罗马进发的时候，在以弗所跟这些同工们有非常长的一段相聚跟讲道。所以这个地点是在米利都，好，以弗所的同工们下来，所以保罗在跟他们的讲道当中，所以就提到了几件事情。首先呢，保罗会回顾以往，他就提到说，我过去呢在他们的，在你们的当中，我的为人如何呢，是凡事谦卑，始终如一的。保罗在他们的服事主要是教导，保罗的教导他说，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不论是在众人面前或在个人家里，我都教导你们。就是保罗所有该说的他都做了完整的教导。然后保罗也提醒说，我在你们当中呢，所有的行事为人呢，保罗的榜样，他整个是非常的表里一致的，坦然的，廉洁的，成为众人的榜样。所以保罗提到说，过去他如何在你们当中来往传讲神国的道，保罗说，如今我晓得你们以后就不得再见我的面了。所以保罗生命当中他真的有一种危机感吧，在他抓住机会来服侍的时刻，他就是全力以赴的把当说的没有一样避讳没说的，当他必须说再见需要告别的时刻，他也真的知道他问心无愧，没有什么遗憾，没有什么该说的没说的，他全部都交代清楚了。所以他也特别提醒说，这些今天在他身边的同工们，他说，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所以保罗在自己的榜样当中，他也提醒这些教会的领袖要效法跟保罗一样，要成为全群的榜样。所以这是他对这些长老们回顾过往以及讲述现今给他们的托付。除此之外呢，保罗也提到说，他说在我离开你们之后呢，
他说，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甚至呢，在我们自己当中呢，也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要引诱门徒跟从他们。所以更是叮嘱说，所以你们应当警醒，特别说纪念我三年之久，昼夜不住的流泪，劝诫你们个人。所以这是保罗在临别的演讲道当中，对当代以弗所的长老们的一段讲道。我觉得也是让我们今天仍然在服侍主的同工弟兄姊妹们，让我们也来省察我们自己的服侍呢，我们的为人如何，我们的教导，我们服侍的态度又是如何呢？不只是保罗的那个时代邪恶，我想在主耶稣也提到，在幕后的日子有许多不法的事情增多，也是耶稣的教导里面也提到要警醒，要谨慎。所以这是保罗在提醒信徒的时刻，也提醒说，我如今把你们交托神和他恩惠的道，这道能建立你们，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所以保罗谈论了自己的服事，同时有一段临别赠言，他把他所带领的群羊，他所建立的教会，所造就的门徒，交托给神恩惠的道，交托给神恩惠的道。保罗真的知道，他的生命虽然他被主所用，大有恩赐，可是在肉身之内仍然是有限的，有限的精力，有限的时间。保罗在以弗所就不能够到耶路撒冷，所以他必须把他所带领的门徒，所建立的教会，交托给神恩惠的道。说到这儿，我不知道在座有服侍教会、带领教会的弟兄姊妹，我们的心态当中，当然我们需要愿意像耶稣一样，在牧羊的当中，像好牧人一样，愿意为群羊舍命。可是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常常提醒自己，我们的生命是有限的，我们只能抓住上帝给我们服侍的一次机会。在每一个时间点，我们只能做一件事情，只能在一个地方服侍某一个群体。我记得在我服侍的过程当中，曾经有一些从缅甸华人教会出来进修的一些的传道人，在我们一起进修装备的时刻，这些传道人呢，他们为他们所带领的缅甸的一些少数民族的教会呢，非常的忧心。所以最初他们刚刚出来受装备的时候，常常天天打电话，他们说电话费都不得了，可是就是为着他们所带领的门徒所建立的教会非常的挂心。可是那个时候，因为我们一起在上这个教会历史，所以我们在查考这些教会历史的时候，我们突然警觉到以弗所，也就是我们今天所提到保罗把他们信托给神恩惠的道的这个城市，以弗所，然后以及他旁边的哥罗西，我们知道这个其实就是现在的土耳其，它都成为回教世界，目前他们都是回教世界。所以这时候我的学生他就突然警觉到，他说连保罗所服侍的教会，保罗亲手牧养建立教导的教会，今天都是所谓在回教世界当中。保罗当时多么用心的牧养建立，他突然想到，我是谁？我想永远把上帝托付给我的教会群羊永远握在我自己的手上吗？我的学生说，我真的知道我的手是有限的，我的膀臂没有那么长，我没有那么有能力，我必须像保罗一样，把我所带领所牧养的群羊，把他们交托给神和他恩惠的道。所以我这个学生他最初出来受装备的时候，本来定的计划是三年，他本来就想说不行，三年待不下了，我要急着回去，两年就想回去了。可是当他思想到保罗的生平以及他所建立的教会，以及保罗如何把他所亲手的建立的这群门徒领袖交托给神，我的学生真的说，我也必须做一样的事情。神恩惠的道，我当年尽力的教导传扬了，我必须透过祷告把他们信托给神和神恩惠的道。
所以后来我这个学生他出来进修，后来延长到四年，他真的知道他必须把整个的该受的装备妥当，回去尽心的弱势主给机会，再去服侍那个群体，把同工带出来，教会再次建立起来，而不是用他自己的方式，而是抓住上帝给他的机会。所以连保罗都需要有这一段与他所建立的教会一段辞别的讲道。我觉得也让我们在我们今天上帝所托付给我们的服事当中，让我们抓住每一个机会，就是尽心竭力的把上帝所交托给我们的能够没有避讳的完全的教导出去。谁知道有没有明天，有没有下一回合呢？以至于当我们需要被上帝调开进入下一个服事工厂的时候，我们没有任何的遗憾，也没有任何的恋战，让我们的生命真的是上帝手中好用的器皿，是上帝拆得动的器皿。所以保罗在以弗所头尾服侍三年，然后这个时候他说，在这三年当中，他自己是昼夜不住的流泪劝诫你们个人。然后保罗在临别的时刻仍然是谆谆的告诫，借着祷告，借着主的话来坚固他们，把他们信托给神恩惠的道。之后呢，保罗在这样的见证当中，把他的见证也托付给以弗所的长老，之后保罗就离开了。所以经文里面会提到，这些人呢就在港口跟保罗痛哭的伤心流泪送保罗上船。我想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啊，我觉得也让我们在服侍主的当下也更知道，其实有一场在永恒当中那个不散的宴席在等着我们。而我们今天所服侍的每一个群体，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可是在永恒的国度当中，那场不散的宴席我们要再见面。所以基于让我们相见有时，分手也有时，使我们真实在主的爱里面能够常常聚散两依依的当中，仍然可以在主的爱里面彼此纪念，以主的话彼此建立。所以这一段很难分难舍的告别之后，保罗就启程之后，我们会看见他是搭着船离别的众人开船，所以经文记载了几个港口。最后呢，保罗是到了推罗，推罗呢在整个巴勒斯坦的地的比较靠北方，所以耶稣也曾经在推罗西顿的地方哈有服侍。所以到了推罗之后，在那边一样有门徒，所以保罗也是一样跟门徒相聚，好住了七天。然后呢之后他继续往前走，这段经文很有意思啊，因为我们会发现啊，保罗在推罗的时候有门徒呢，你会发现他们被圣灵感动，对保罗说不要上耶路撒冷去，因为说耶路撒冷呢会有一些患难等着他。可是呢你会发现保罗呢这些话保罗听见了，可是他继续往下走，继续往耶路撒冷去。所以呢从推罗起行呢，你会看见他们继续到了该撒利亚，到了该撒利亚之后，仍然他会遇了他过去的老同工，就是腓力。腓力呢我们还记得他是那七个执事之一，好曾经在撒玛利亚传道。经文当中说这个传福音的腓力呢，好其实这时候跟他那个时候服侍已经将近20年了，他有四个女儿都是先知，都是在一起服侍主的，这真是极美的见证哦。然后遇见了这个腓力，然后之后再往下走又遇见了一个老朋友，就是先知雅加布。在11章的时候有提到他也曾经来服侍当代的教会。这个雅加布这一次呢又预言说，在这次预言呢不只是用口说，他还用了一个象征性的动作，他拿保罗的腰带捆上自己的手脚，说圣灵说犹太人在耶路撒冷要如此捆绑这腰带的主人，把他交在外邦人手里。所以我们会发现啊，其实头头尾尾相当多回合都有弟兄姊妹秉着圣灵所给的预言告诉保罗说，去到耶路撒冷有患难逼迫捆锁着。那所以旁边的门徒就开始苦劝保罗不要上耶路撒冷去。你会发现很特别哦，保罗怎么回答呢？保罗说，你们为什么这样痛哭使我心碎呢？我为主耶稣的名不但被人捆绑，就是死在耶路撒冷也是愿意的。你会看到后来呢，保罗既不听劝，我们便住了口，只说
愿主的旨意成就便了。之后他们就开始打包行李往耶路撒冷去。我觉得也让我们思想，当有所谓先知的预言来讲述有患难的时候，我们不是因为有患难所以不去。你会注意保罗既定的方向其实早就蒙神的引导，他知道他要到耶路撒冷，之后要往罗马去，既定的方向不会因为这先知的预言而改变。相对的，上帝透过先知警告保罗，预备心，有患难捆锁等着他，上帝装备他，不是因为有患难捆锁而不去，而是上帝叫他去在先。先知的灵原是顺服先知的。让我们来祷告。亲爱耶稣，我们仰望你。主啊，你知道在我们的人性的软弱当中，我们很容易就是要逃避患难，逃避困难。但是感谢你，你让我们知道保罗的前面有患难等着他。主啊，你预备了保罗，装备了他。主啊，使他所迎接的主不是患难，而是在患难当中加他力量的主，在耶路撒冷等他。耶稣也帮助我们，我们需要透过你的话语来建立我们。主啊，不是一味的去逃避患难，主乃是更经历到你，让我们认知到在患难里面你早就知道。主啊，在患难里面你成为加力量的主，你是信实的主，使我们在患难当中仍然能够站立得住。谢谢主，也帮助我们每一位在患难中的肢体们、弟兄姊妹们，靠主刚强，站立得稳。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